经常吵架报警啊。以前我都不知道我家里面这样，我要找谁？不是20万电视，我是他，我是他也不是我，我不是叫他当我老婆，我是要他照顾我。在调解的过程中，不仅是说理，这样的把纠纷解决在萌芽的阶段啊。法官通知了司法部的最后一功，用法律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肯定是双赢。但是人又不是我叫来的，嗯，对吧？跟你觉得，我跟他又不认识的。你要叫我赔多，我说不行的，因为是他自己操作不当，一个在那个机器都是他自己的。这是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2020年5月18号，外地来韩务工人员刘某在从事装修工作时意外受伤，由于伤势严重，进行了眼球摘除手术。然后跟那边去保留10天，保留不住了，这个眼睛才切掉。术后他曾多次找房东包工头索要赔偿，却都被拒绝了。房东沈某称自己并不认识刘某，他与刘某之间是没有劳动合同的，人是包工头邓某请来的，那出了问题邓某才对。而邓某觉得事故是因刘某自己操作不当引起的，工具也是刘某自己带来的，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这人同不同意啊？不同意啊。刘某只是杭州万千外来务工人员之一，这个人群中有一部分人呢，文化程度不高，没有法律意识，甚至有了矛盾纠纷，身边都没有人给他出谋划策，想寻求法律帮助更是难上加难。出事之前，刘某在街道的宣传栏、公交车上的视频当中都看到过微法庭的介绍，当时呢也没往心里去，甚至是将信将疑。出事以后，刘某也想着靠自己来要个说法，可几个月了，事情迟迟没有解决，他这才想到了要去微法庭试试看。接连被拒绝后，刘某的心里也有些犹豫，房东和包工头到底应不应该对他的伤负责呢？他该找谁要钱呢？带着这些困惑，2020年1月2号，他来到余杭区西溪园村微法庭咨询。刘某对于微法庭的使用流程并不熟悉，于是西溪园村微法庭的智能司法指导代办员胡志强引导他人民申请。你到时候就是扫这个二维码啊，在线。2020年11月4号，在驻村法官张浩的陪同下，胡志强组织三方来参与调解。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平台，有了这个制度了之后，我们的法官、我们的司法人员能够下到我们基层，我们把跟我们群众的距离就拉近了，因为事情有人去管了，不是说以前不管，以前管没有这么到位啊，没有这个平台，没有这个组织机构的话，它没有这么到位。从立案到审理到执行，可能要跨度时间很长，而且也有可能这个鉴定程序的启动也会让这个纠纷的解决，在这个时间上会跨度会很长。最终，邓某和沈某同意分别补偿刘某52000元和57000元。很多事情的原因就是起因啊，都是萌芽状态开始的一些小矛盾，那没有及时的去处理的话，它就矛盾越来越大。西溪园村微法庭这样的代办员，在全区全市的微法庭还有很多，他们全程指导当事人注册认证使用在线平台。即便是对于不懂电脑、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来说，也能感受到微法庭的便利之处。代办员的存在可以大大提高当事人参与线上诉讼的意愿。杭州余杭区的庙宇人口6000人，其中老年人就有1200多人。这样一个老社区，老年人多，低保户多，外来务工人员多，他们的微法庭又是如何运作、如何定分指争的呢？整个楼梯全部都是水啊！
2020年11月22号，杭州市余杭区庙前社区接到居民郑阿姨的电话，说楼上漏水，让他们赶紧来看看。楼道漏水。当时接到电话的是庙前社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钟子俊，挂了电话，他赶忙来到郑阿姨家了解情况。郑阿姨啊，郑阿姨啊，哎，我们社区里面就是关于你们家那个楼上漏水这件事情啊，现场我们来看一下现场。不怕就这样。啊啊。你卫生间里面也有啊。我们看看，看一下。但卫生间这里吊板掉了的嘛，隔顶啊、哦，稍微这个墙角这里有。这里有，然后你上次就是那里面，嗯，就是我拍个照片啊、哦，嗯，我拍个照片。就是这个地方，嗯，这个地方就一全部都印下来，都是痕迹。对啊，这上面也有的。啊、嗯，我就看这滴水，我就上去找他们，我就要问一下什么情况，我就上去敲门，嗯，敲门就没人，就社区上去敲门，敲门也没敲到，没敲到人，他打电话给房东。楼上的业主宋先生在电话中表示，他现在人在外地赶不回来，在装修，但这几天工人也不在，如果楼下漏水，等他回来后赔偿就行了。是漏水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完全影响到郑阿姨的日常生活。钟子俊建议郑阿姨使用微法智能平台，要给您注册一个您的账号，这样您的信息就是我们刚刚拍的那些视频照片啊，就是我们搜集的证据才能上传。我们这个浙江的 ODR 这个平台，在线司法平台，主要是为了提供一个便捷的方式。老年人他可能就是对我们智能化设备啊，和我们就是日常的一个跑各地办理业务，他可能会存在一些生理和心理上的一些困难。那么通过这个在线服务，那我们通过一个代办，那可以更好的帮助他们。这个因为我也这方面啊，因为我没有弄过，我没弄过，因为我昨天问嘛，我妹妹呀、啊，我女儿他们都知道的，我听说有这一个，所以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去找他们，他们很热情的，我去。对对对，然后包括您如果说有更专业的问题，你需要咨询的，可以直接到社区。钟子俊先帮助郑阿姨将家中漏水情况的视频和照片上传到网上。这样楼上的业主也可以了解到郑阿姨家的实际情况。随后他联系了余杭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法官吕伟，邀请他一同参与调解。哎，就是之前啊，我们跟你们联系过的，就是关于九群小区那个漏水。看过了你这个现场啊，确实啊，这个漏水的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啊。也是希望你能引起一定的一个重视。在法官说明情况后，宋先生看了一下郑阿姨上传的图片，他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给装修的工人打了电话。当天下午，工人来到了郑阿姨家了解情况，看一看水究竟是从哪里漏的。整个楼道都淹掉了，这个里面水都淹进来了。有没有？里面也有。宋先生表示，等他从外地回来，会和郑阿姨沟通赔偿的事情。以前我都不知道，我家里面这样，我要找谁，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还要找他们社区，找微法庭可以弄的。现在知道了，我觉得很方便的。经常吵架，都不知道我家里面这样，我要找谁。这个20万呢是不现实的。我一谈，我一谈也不中国，我不是叫他当我老婆，我是要他照顾我。在调解的过程中，不仅是说理，还是说法。尽量的把纠纷解决在萌芽的阶段啊。法官通知的司法活动的最后一公，为法庭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肯定是双赢。漏水的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从始至终，郑阿姨也只是给社区打了几个电话而已。社区主动上门提供服务，指导协助她顺利完成实名认证、电子送达、电子签名。通过移或者直接通过手机拍照上传立案，实现无纸化在线立案。不仅如此，特邀调解员或者代办员还可以协助当事人在庭前完成在线证据交换、调查调解等工作，从而简化在线庭审的程序。
对于因疫情当事人行动不便、路途遥远等客观原因，当事人呢还可以在微法庭代办员的指导下，通过村社微法庭即能参与网上开庭，也解决了部分远程庭审设备不足、网络不畅、环境嘈杂等问题。这个是我的事体，董女儿根本不搞的，她没权利干涉我的，我自己现在到大陆我可以的。他们现在主要是有这个想法，因为毕竟这个阿姨啊，她跟你差了20岁。我不是叫她当我老婆，我是要她照顾我。家住杭州市五区灵隐街道的魏大爷，最近和两个女儿闹得很不愉快。2020年8月，老人和子女先后找到灵隐街道微法庭的调解员潘杰，咨询法律问题。我们也是要防一手的，对吧？万一这个阿姨，我爸爸是您说的，万一翘辫子呢？因为岁数这么大了，爸是不是啊？那就是是不是来跟我们分家产的？那这个东西我保障利益还有我老爸的利益，你说是不是的啦？80多岁的魏大爷在明年3月认识了小自己20多岁的何大妈。那时候何大妈丧偶1年多，魏大爷的老伴儿走得早，他深知一个人的日子不好过，与何大妈一见如故。魏大爷觉得女儿们都已远嫁，他需要有个人在身边照顾自己。2020年7月，一场意外让魏大爷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因为我已经拐了两口。你的诉求呢，其实就是说我想从3楼住到1楼。Yeah.那你女儿呢？因为从这个你们签青租这个房子啊，如果是出租的话，你1楼归你住的话，就没办法租了。哎，魏大爷家一共有3层，是早年和女儿们一起出资盖的。平日里魏大爷住在顶层，女儿们出嫁后层就租了出去。2020年7月，魏大爷一个不留神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导致骶骨挫伤。2020年8月，魏大爷和女儿们提出要搬到1层，并邀请何大妈来家中共同居住的想法。这样一来方便了何大妈照顾自己，二来可以避免她再从楼上摔下来。可让她没想到的是，她的这个提议遭到了女儿们的一致反对。你没权利，我现在我来的，你没权利可以，要抢动我的房。他的意思就是说是。能不能他们去外面从机构里面找个人来照顾你？这个不要，绝对不要的啊！我一定要像他20岁就你之前就不可以耽搁了。他们就叫我大力找一个，是吧？毛七十毛中对他们的意思就是想找一个跟你年纪差不多的，可以相互照顾。我找的我不是他，我是他来不是我。魏大爷的两个女儿一致认为，如果父亲只是需要找个人照顾他，那可以去正规机构找个保姆；如果父亲想要找个老伴儿，他们也不反对，但应该找个年龄相仿、知根知底的人。魏大爷告诉调解员，其实女儿们说来说去唯一的顾虑就是钱，不让他搬到1层，主要原因是楼上的2层就没有办法再出租了。不让何大妈来照顾自己，也是因为钱。2020年11月，魏大爷一怒之下自己租了个房子，一边是想要幸福的魏大爷，另一边是顾虑重重的女儿们。调解员潘杰觉得，一定有折中的方法，既保护老人的权益，也可以打消子女们的顾虑。陈法官你好，我是玉泉社区人民调解员潘杰啊。这样呢，我们这边有个案子，我大致跟你说一下。我们这边有个老爷子，他是丧偶的，82岁，那么他现在想找个伴，那目前呢他已经找到一个女朋友，但这个女朋友呢跟他相差20岁，然后呢他现在想保姆的这个方式把他带到家里来，但是呢他的两个女儿呢都是不同意，他认为这个后续如果带到家里来的话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和财产问题。鉴于这个案子的情况，我建议是老人和阿姨能够在外出租房子居住，那么子女的话承担相应的出租费用，这样就可以尽量的避免日后因为房屋产生纠纷。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人口多达6万，以老旧小区为主，
且多受物业公司管理，如果社区解决不了，就只能起诉。自从灵隐街道危法庭设立后，诉讼率降低了。啊，原先我们调解主要是靠我们一些调解员来进行一些调解，有了危法庭的引入呢，在调解过程中不仅是说理还是说法，这样的群众更容易能够在调解过程中能够去讲理和讲法。危法庭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这个司法的这个指导工作与这个基层的这个治理工作结合起来的。这个通过这个信息化这样一个基础以后的话呢，就是落实了就是最多跑一次最好不用跑的这样一个效果。我们看到在乡村危法庭打通了地理限制，依托村干部和乡贤与当地法院形成了一个合力解决问题的网。在邻里间相对较陌生的城市，危法庭和社区等专业力量结合起来共同化解纠纷。在杭州，危法庭并没有止步于村落和社区，更是将司法服务延伸于各个角落和各个领域。近两年，杭法院还成立了行业委，实现了专业与专业对专业与专业衔接，成为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明天我们将为您介绍能量巨大的行业危法庭。感谢收看本期的道德观察，我是宣一，咱们明天见。